魔神宗长老魔荒前来写神宗拜访，写天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糟了，魔神宗的人来的可是真的快。哟，你们魔神宗很狂吗？你是谁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姐姐，你不用在意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今日你们几个的命我魂天帝收了。什么？你这是圣言？不，不对，圣言榜没有你这种火焰，不过威力倒是不错，是个好东西。我要了。想要我的异火，那就让你好好尝尝这一火的威力。可恶可恶，真的可恶，小子你惹怒我了，你们三个还在干嘛？给我将这小子挫骨扬灰。此时只见魂天帝已经释放出几道异火，随后融合在一起。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魂天帝有多强。不好，这莲花的威力足以毁掉整个血神宗。可恶，这火焰莲花竟然让我魔神宗损失了三名斗帝。姐姐，没想到我魂天帝成了斗帝之后，有了异火实力居然更强了。小子，你敢灭我魔神宗斗帝长老，我宗主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血神宗，区区三等宗门居然敢叛变，日后我魔神宗必定灭了你们全宗。武魂天帝最近在修炼的绝世秘籍即将圆满大成，岂会怕你魔神宗？我的个爷，这魂天帝真的是刚刚飞升上来的斗帝吗？为何实力如此强悍？既然你们已经是手下败将，那么现在成为我的傀儡吧。想要将我炼化成为傀儡，不可能。居然自爆了，倒也算个人物。宗主，你可要为我们几个做主啊，那血神宗不知道哪里来了的五星斗帝，手上拥有几种奇怪火焰，融合后威力更是巨大无比，我们几个的肉身都被炸毁了，幸亏逃得快，这才让灵魂体逃过一劫。奇怪的火焰，难道是那圣言榜上的圣言吗？不，并不是，圣言榜上并没有这些形状的火焰。好，你们的仇我会帮你们报的，现在你们先去宗内秘境中紫灵养魂。宗主，属下听令。嘿嘿，都是灵魂体了还留着干嘛？乖乖让我吞噬，进阶八星斗帝吧。不，宗主，我们几个可是宗内长老，你不能吞噬我。接下来就让我亲自去会一会这些神宗。